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可隆 Sports 的鞋商品管理中心的阿当。我们是一家倡导户外生活方式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品牌，所以呢，我们很希望说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就是真切的户外的场景下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特别是在皮料方面，如果有些质感的这样的一个皮料舒适度等等这方面。这个展会里面我看到了很多之前没有看到的很多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皮革的产品，包括一些环保类的，包括一些不同的这个动物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皮革。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的话是可以得到一个使用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露营的场景，不同的这个革料方面的一个需求。一定是可以用的比如说我们在登山徒步里面的话，它是人造革也好，或者说其他这个材料的话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它对于这个皮肤的亲和度，有它的舒适度，很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材料。会啊，如果说你们继续邀请的话，或者不邀请我，我也会继续过来。